我斗地主拿下了。啊，斗地主拿下了。对面 AP 中单。走，再出符文天赋了，我操。那咋办啊？没事没事。可以重开。没事没事。你带的啥？我带的，没事，小符吗？小符文天赋。OK。影响不大是吧？大。对面谁中啊？对面是。安森中啊。冷。对呀、啊，哦，对面阿卡丽中，我记得他打比赛用了一手阿卡丽在传送加点了，哎，我记得。队友之灾，你一狗蛋，不好意思，接得好。胡凯丽呀、啊。谁说话声音好小啊？好小，听不清楚。谁？我小啊。不不不，不是不小。不占位吗？现在？那个音谱吧，是不是音谱？对对，是音谱，是音谱。声音很小。你的声音非常的小。OK。感谢乐乐的飞机。他们是谁打野？挖掘机没有。挖掘机我们有印谱、嗯、挖掘机是新一新一 OK 职业选手可以我压力有点大我很慌我很慌对面中野你很慌我也很慌怎么办这把已经输了不用慌不用慌已经输了已经输了新一没有拿蓝枪还可以还可以行、嗯、而且啤酒人好像有点扛他这挖掘机吧可以应该轰开吧硬不你声音好小啊太小了吗对小心点这个 B 可能得要抓下路，他主抓下中下的。他主抓中下的吗？小心啊，别被挖掘机三级套路了。可能他会抓下哦，小心一点。他没有自己的野区，他会一直入侵你。打他！我不熏。我要发动进攻了，我看到他的眼位了，他们下路。下路视野深那个河道。我知道，我看到了，我来了，我看到挖掘机了，挖掘机看到我，算了，抓不到。我可以抓，我不去了啊，去不了了，被发现了。感觉他们俩越讨厌了。英布，我可能听不太清楚你说话了。哦，晕倒了！青红吧，完了！青红往上走，你走！太远了，太远了，我太远了。打！没事，青红。人有说法，非常 nice。他身上这一个红。OK， 我知道，嗯，他蓝。哎呦，我靠！小心，小心啊！小心啊！挖掘机在哪？下路。挖掘机在下，在这儿。这大跑坡上怎么样？来，我们上面跑坡上硬杀，好，可以来搞血，后悟空挡一波线，准备啊，来来推线，硬杀，等一下啊，准备硬，我等后边那波线过来，我好推。中单有踢的，中单有踢的，有异常吗？搞不好，这个异常搞不了啊，太远了呀。来，我来上吧，这就。那就上吧。好，准丢，完美滚动酒桶。中路 miss 中啊，回。Okay、没事，配合的不错，上了，咱就搞这个上单嘛，上单好抓一点。OK， 可以吧？哎，我被搞了，猴子，猴，悟空，小心，搞去不了、啊，管不了，啊，算了，管不了啊，管不了，算了，我死了，你死了吗？我就说这个挖掘机三级要抓下你。不亏啊，保我怎么会亏呢？拿个头亏啥呀？保亏没事啊，保亏上单赚了呀，我没事的。
确实没办法，他那鸟人马上来了，不能管了，这不能等，你等了，那就不赚了。没事，不亏，小赚。太割了，下路没搞头，感觉又上路好抓一点，这下路不太好抓。OK。嗯，这挖掘机在上路的。嗯，没事，我等着。咱们俩这把就往上跑呗。嗯，下路没有主动先走，不用了。啊，不来了啊，你们发育。我们俩要坐牢的。这么凶残，我一口发育，没事，我一口发育。这个怕，所以不想打我。职业选手最闲，不能想着杀他，想杀他就给他机会。不行。我如果不给他杀，我就跟他打的五五开，我就有下去了。没有，差了个针眼。那地主了。我们在塔下坐牢吧。啊、哦，可以，打不过。我们给拼队友吧。潘城这个潘城感觉不像牛族，还行。河道有视野。有个针眼。哦，确实狠。我操，一秒钟一刀啊！他们要来四个二的，走吧。哦，没有，他只是在拍快车一点。你别怕，中 miss 了，去下我的位置。这个挖掘机好像也来了，感觉要越你们塔，小心啊！又要去了。哇，卡里在这里啊，卡里在这里。我们可以抓包上，他插了个眼。我把兵线推了，咱可以抓。OK。他跟好了好了，过来。他河道没视野的。好，来了。嗯。那是还可以来了又来了。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走。好像不太好过去，他们把视野排了吧，给他一下。你只会打就好了，他很猥琐。没办法，不抓了。来了。他们这个其实你们稍微靠靠下也可以，我六级随便杀的。嗯，哦，拿一次。可以，不亏的，他们。我去去残血。两个残的，哦，两个残血，我操，我来搞吧。我好像，中单可能去下面等你了。中单，马老师往塔里靠，往塔里靠，来，把枪上。来了。这个中路不见啊，速度啊，我给你打，没事，这波我。阿卡里有 T 吧？没关系，无所谓。阿卡里，无所谓，好，准备就绪，我上了啊，我被挡住了啊。哎，好 ，OK， 哟，我配合的不错 ，OK， 护你周全。OK， 可以啊、哦，我留我周全。嗯 ，OK。这挖掘机等一下还得来下。下路潘少不见了。潘少有子弹。这个都不错。我再下。这把玩跑男对吧？狂风之力没问题啊，玩把跑的。没事啊。嗯。感觉可能又来。对，这个打野好像又要。来了。我在。又来了，能过来吗？哦，他六级啊，我等级比较低。他走了，他走了，啊，他走了，都 miss 了。鸟人六了啊，鸟人没了。河道啊，马老师小心。鸟人六了啊，不能过去，别过去，他们在打，过去逮你了，我身上没烟了。别，我等级低，等一下。鸟人没了啊，鸟人左边可能有鸟人。我操！我来，你往这边飞，能不能飞？来，你过来。我马上溜了。那边三个人打野了，打野可能跟着这里。我操，跑不掉，一点跑法没有，没办法。太好了，没事，让他这个下路还在那边。他啥时候两个头了呀？你多少经验到六啊？我三分之一。这个奎因来了，奎因在后面，没办法。嗯，小鹿好像要救命了。他应该不能在线上待了，我估计。我来了，你小心点。潘松去配了，潘松配了，潘松配了。小鹿要救命了。啊，我在中，太远了，我得抓下。我被发现了，哎，鸟人在这里。现在很嚣张，我来了。他怎么不打钱呀、啊？这个人。哎，他怎么？他打不了钱啊。他没法打，他线上我控住了，他没法打钱。你小心点就行，没事。人太多了。哦，还手，那没办法呀，你回头你打不过他呀，那只能跑了呀。
他打阿卡丽，你还跟他反打？没事没事啊，我们稳住稳住稳住，我们后期。等我装备起来，这上单和 ADC 就一刀一个吧，不用着急。潘少没刀走，有三千。你看我等级跟他五五开的，你看似我崩了，实际上我还行。没崩。这个鸟人可以强杀，不让他打钱。他有闪啊！打野在上，打野在上，打野在上。中路好像有 TP 啊。打野在上啊，继续往上面靠。潘上不能去了，往上面靠，不能去了。看不见人。潘上找一枪。我来了。潘上在下路。别往上面靠嘞。这个看他在不在草丛里面，他死了，他死了。猴子，猴子，五个，五个。能走吗？哦，我怎么屌了？好了，能搞。哎，没事，还有。搞不了啊。算了。挖掘机在打三郎啊，挖掘机看到没有？看到。你要能炸他，直接炸回来也行。其实刚才还行，没事。算了，稳一手。下塔应该要 OK 了，差五百。我来了，拆波这个，感觉抓不了人啊，感觉不太好。太过分了，来咬人去了啊！来，哎，你被照到了，走吧。我这一把功德心已经冲了，不行了，感觉不太好啊。还行。挖掘机在这里，在这里，别怕，在这里，可以搞他。来，中路，来人，阿卡丽上来了啊！我看着点，我来了，来，快跑，快走，人太多了，上了，来，可以，算了，骗两个船。他过来搞我了。哎，他传送了。哦，中了消息，中了消息，潘上来去了。我想站在他尸体上跳个。我现在拿出的一击，我靠，他来了，搞不搞？我没招。不好，这个人很嚣张。我给他来个。那我小点声。我们再来。我没招。我们过来了。OK。AD 700块。加一波。那个潘上不见了，潘上就打着。咱这一把跟职业选手对线，能打成这样，可以了。给你们打确实，对面波波第一挖掘机呢。不好，这只能120分钟，120刀，我靠！我他妈补了就。挖掘机在这边。他边上肯定有人。哎，有人，等我打个狂风之力的。这里有人啊，小心！砸一道先放吧，他们应该。他们好多人。他们要打峡谷了，这能给他们打？哦，打完了，哎，不算了吧。没事，我来了。中路有点肥，我们这个下波小龙搞一下吧。可以搞，我已经很肥了。可以搞。靠你了啊！靠你一波切入啊！我会护你。小问题，马老师护我周全。来，准备小龙。小龙可以搞。阿卡丽没传，可以打。没传。搞，再打快！哎，阿卡丽不在，你们能不能打得过？阿卡丽没有。对他没有踢。他快过来了。这波他来了的。算一下自己。我带一下去。但我估应该下去了。他们鸟最穷他了，他们的前锋。来了，他们来了。我往中走了啊，我往中走了。但我这边没有大，我差个大招啊。先做中塔。他们出不了。我倒了，他们打了，他们再打了。来。但我可没有大呀，兄弟们。我们不行嘞，我们位置够不到，走吧。算了，好像要不了。这里有，看啊，我这里。看了，哎，点偷了。打完了。Nice。我这里。好，拖住了，靠你们了，我死了。能打，他们脱节了。对了，完美。Nice。阿哈里，可以追，不错。啥吗？能追吗？不能追了，算了。追不到。龙拿了吗？龙没拿，没有，不是我拿，挖掘机没3000，光头痛你。
我可起飞了呀，我这个装备出来无敌了呀。退一波吧，嗯，把中塔拔了。拔两个人的。哎，谁送了三十个飞机？没看到。好了 ，OK。啥 K 图啊 ？K 图也太逊了吧！我他妈不 K 这个图，好像也拿不到。K 图不好搞。哎，我卡了，怎么看不到？谁送的？你呢？你呢？好的。潘森就打罩子。潘森就打，我觉得他们过来逮我来了。阿卡丽能杀过来，马老师。阿卡丽后面有人。杀不了。没有没有没有，能杀能杀能杀，你听能杀。我没招我没招我没招我没有炸没炸。后面有人的阿卡丽。马杰杰在这里。我潘森，我马杰杰没闪，马杰杰没闪。太多了，没炸没闪。嗯，人有点多，稍微有点多，人挺多很多，有点多是很多。潘森飞塔里，我们杀潘森其实也可以。我推个下塔，你们稍微稳一点。你发一把 ，OK。飞塔飞塔。这个飞机也看不到了。阿卡丽记好了。我推音来了，推音来了，他要搞我。刚才我搞了他一波，他肯定要搞我，他爆了。我们快看一下你，哦呦，被发现了，这里有个大了啊，可以搞。我估计五个人，你们要打的话，我不在。哎，怎么搞？哎，这个挖掘机可以早就会杀了他。来来来，他旁边肯定有人，百分之百。不行，要不我来支援你们一波，你们要想打的话，这波我过来。来，那能打？哎，这回可以打了，我到了。可以打，可以打。特别、啊、不敢上，没事。哎，什么东西打我这么多血？他没打着我呀。这眼不敢排啊，这眼，我操，谁敢排？我想干他。少人就算了吧。算了算了。少人就算了。辛苦在三轮吧。我最好是人一块儿。我上了。再打。我输了。哎。我打不过他呀，九十秒，小龙回家了。得终结一波镜了，这个镜的话，七百块钱啊，可以搞他一波，杀一波。阿卡丽下来了，来了，他们都来了。等一下，我买点，准备要小龙了，逮到了，逮到了。来来来，潘森有大。对面上单没有闪。四十秒。没了，没了，没了。来来来来。悟空，他搁左边呢，没事。太严吧，太严。小龙了，你要回家吗？我要回去做视野。不敢太强。我做视野的。好好，二十秒，我们排一下眼。我很快。这里眼可以插个吗？这里插个眼，不有眼。我回去回家了。我马上回来，马上过来。我回家不视野，身上没眼了。口音不够口。悟空需要你。没关系，他没有大，我跟他换个大招。悟空需要你，直接打，直接打，他没有大是人废的。你来，我往下走了，没事。可以直接开的。Okay. 我没大啊，我大没有啊。阿卡丽也没有。这边，阿卡丽退了，阿卡丽。他没有大啊，他没有大，没事，他没有大。偏个地走，偏个地。OK， 偏个地。等猴子，等猴子，没大没大。那智勋大招也没好呢，这边等一等。什么招搞不好？好，可以搞，可以搞，可以搞。来来来来来，猴子到了。凯哥，先刷凯哥，可以。这边，
到没到，应该杀了。哇、哦，龙虾最后能杀吧？杀了杀了。等一下，我们进去吗？我操，他他妈直接开大了！哎呦，跑了就好了。不行，阿莱好像打不过对面啊，杀挖掘机行不行？挖掘机，你好了。阿卡里马上要我又打到了，怎么说？这一走。走不了，兄弟。回头杀了吧，这走不了了。要不你走？卖了，卖了，卖了。你走，没办法，卖了，卖了。脱节了，有点薛微。这波薛微有点脱节了。这一波我应该追。杀那凯哥的时间有点长。哎，刚才杀我，还好，咱们没有终结，那其实还行。有凯哥让我终结了，进让我杀了。就是我们没对面没有拿什么终结，那也还好。拿的不是这个。啊，左巴没大招。我现在能带下吗？能带能带，你帮你冻住，行吧。热心网友小胡，啊，小胡去打 ADC 去了。你有种别跑啊，知道吗？兄弟啊，我微信也那么烦啊。上路搜一下。哎，挖掘机。你还亮牌，我不杀你。我本来不想杀你，亮牌我就。为啥呀？上路搜一下，他们人在哪里啊？行，你就带吧，没事，你就带吧。人在下，人在下。小心！我真没了，我死了。哇快！没视野，我的。哎不，开这个挖掘机跟中路很喜欢抓单的，挖掘机啊对。他带我们应该抱团。我的。带太深了。嗯，来我也去了。那你只能撤一手了，我们人不在呀。嗯，我在去。走一下吧，没办法，亏了。就南波好杀一点，其他人不太好杀，近也好。没办法，只能这么杀了。那肯定是谁好杀杀谁嘛，你不能说我去找这个潘森打，潘森妈肉，他有没有大？来了。我靠！哎，下路支援。我来。距离不够啊，我距离不够。这里骗。我操！他怎么第二段大没用吗？没用，他第二段大没用。来了。电电羊。漂亮。我得溜了，没血了。受不了。哎呀，丢了。下个血手吧，出个血手。还行，他死了。他多少钱？1000，可以接受。没事。还是有打。我们现在需要来一波漂亮的团。下一条小龙要搞了呀，要拼了呀。咱得偷人，不偷人不行。咱们打五 v 五啊，打不过对面。你先偷一个得，然后我们再去打团才能行。我偷了，我大就没了呀，我就不太好打了。他们应该在大龙。我们没有能偷人的人呢。哎，能来吗？挖掘机没闪 AD 没三千 AD 没三千 OK 很大啊，我上当了，有点多。没事，我的六，他在勾引我。这个小龙我们要不了了呀，应该给了吧。阿卡丽应该有机哦，让了吧。这个龙哦，有四条龙了。潘森他有打招呼，又抓不了阿卡里。没事。潘森可以杀，不绝。我再来。阿卡里有踢。哎呦，你开不出来，开不了。阿卡里，那你那个。
过，我们这四四打五打不过。这一波的话，我的想法是我打一套，然后标记让那个 ADC 开大过来，然后给 ADC 秒了。这同没了，人太多了，没办法。大了不可能都得没，开不出来，可能都费劲。是的，哇，这些宅有点难。真有你的工藤新一。他妈知道我在这，感觉我们大龙越他又打龙，大龙还我找南波尔去了，哇就他好杀呀，只能你单带把他杀了，我们拖一手，然后正面五打四，这样能差不多。我怕单带你们到时候，哎阿卡丽在这里，阿卡丽看到了，能上阿卡丽吗？我来了，我反正可以跟上的，有眼，哎，来了，大不了，我来了，现在这，他们感觉打中了呀，没打，怎么说没吗？不知道打，又打，来了，还有先走，先走，看个大龙，他们在打，打吗？那只能打，那没办法，打吧，继续打。我都动不了，哎呀我不 GK 了，哎呦太疯了，放过我吧，被秒了耶，开不出来，金身很烦，伤害太高了，太疯了，嗯下把我们制定个战术吧，还有下把制定个战术，好，还有一把，下把我们制定一手战术，其实可以保下路打好一点。行，马老师你会玩那个 NOC 吗？不会，他这个会，但是感觉不厉害。他昨天工藤新一说 NOC 打挖掘机好打，我建议自己。我溜了，哎呀！哎呦，我太棒！看上就打，打到吧！哎呦，太要揍我了！这么嚣张吗？这是！快跑！我快跑！帮不了了，兄弟们，我溜了，我去上路收兵了。嗯。我秒不掉对面了，对面有个表，然后这个。就还是那句话，还是个鸟人好杀一点，其他人杀不了。妙一个。我们搞点应该可以。守一手。你说吗？四秒。我还差十秒钟。嗯。感觉高地守不住了。没了吧？不行，打不了。太肉了。让一手。来了，没大招。没大招。有没有大？给我来一个。对呀，我大麻好了，来，我们杀一个。杀谁？打他的地方。大回来。那个老翻身打不动，妈的，没了，我们可能要制定一下战术。嗯，这可以了，没上一把我们没上路打失败了，这一把我们可以没下路打尝试一手。行，可以。那你在 TP 怎么样 ？TP 可以，我们围绕着下路打一把，我就不上去了啊。然后我呼叫你，你飞一手，可以。行，那就这么来。